掉下来。我最严重的病人是你一天哦，一天他把这个弄下来，跟我一半惊你知道吗？用 X 光投影片讲解病况，免疫风湿专家大林慈院院长赖明琛特别到高雄静思堂开讲。77岁刘富植把握机会提问，因为他常年受到骨质疏松的困扰，双脚得穿上护膝。我就是走路吼，症状啊，就看症状。脚都有毛病，才来看风湿免疫科。伊讲唔对啊，唔是看骨科，都爱看风湿免疫科。啊，所以今天院长这么一分析，哦，是免疫系统，还有什么种种关系，医疗常识见识很多了。体贴嘉义以南没有慈济医院，大林慈院团队立刻派出内外科医师前来。所以上人特别交代讲吼，咱对咱的发心，尤其是对一挂老菩萨，吼，尤其是咱高雄地区，都是。啊，是咱住在无设病院的所在，还更加照顾。他们在治疗这方面也很厉害，可是号都非常难挂。对啊，所以今天可以直接就跟他们直接面对面的沟通这些啊、病情方面的这些讯息，他们真的都很欢喜。台下志工也勤抄笔记，更彼此相约，这医疗列车绝对要常开回来。大爱新闻，郑瑞平高雄报道。